才铺好的，为什么现在又切割了？因为当初是这个是，抱歉，我们告诉到，好好好，它这个是整合工程，整合工程，对，把这个接好，包括后面要先方块卷铺，我们到时候好了。什么东西我听不懂？因为当初是排电先挖的，他们